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也就让动物园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对于歌手台上忘词这块，虽说呢我们也知道你们很着急，但还是忍不住想笑啊。前有黄金矿主汪苏泷三寻宝藏，后有咱周深同学将忘词唱成了一个连续剧，入门挺不好的。北京，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。北京欢迎你。又啊，台北，台北，对，冬季的台北来看你。为什么给我们出击战的环节呢？是没有提词器。可你曾经那么就是忘词了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不过正所谓自己写的歌想咋唱就咋唱，忘了歌词又怎样？咱周董即兴作词也不是一两回了。怎么办？我已经忘记接下去的歌词。没关系，我用即兴的方法自己来唱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接下来不会唱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你花那钱把方文山找来写词，你却忘词能直接忘掉整一首的。咱就说，哎，赶紧算算这首歌多少个字儿吧。起来怎么办？我随便唱，没关系，已经到这里，这么多人来看，我是不是会愧疚？是有一点。我们在爬上来就好，从来没有开过演唱会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这歌词要写这么长？我觉得意思比较完整。放路过境啊，难过的不给我以后怎么再拥有，谁怕暴露天朝，哈哈哈哈，没必怕咯。而陈奕迅 Eason 的现场，人们在感受他超稳的唱功和酣畅淋漓演唱的同时，一些忘词虽然也是虽迟但到，除了著名的情人不配游天地，与你同游那快乐故地，同游天地，是是坏情人游天地嘛，我是个脑只得青春两个字，我真的想不到啊。 K 歌之王的神奇现场，那也是墙里胶也粘不住的歌词啊。我只想跟你